带来那个破碎，现在魔兽世界怀旧服这个改版以后，它那个机制改了，我们必须要很快的把它 A 掉，但是现在三个法师呢还仍然可以 A 得掉的，所以说我今天做一个视频告诉大家这个该怎么 A。有人说5T2现在 A 不了，其实还是可以 A， 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可能就是伤害装备可能会要求高一点点，成本也会高一点，变成三个法师了，可能手速啊这种技能衔接啊稍微要快一点点，还有不要省那个水元素，水元素的话三个法师水元素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说基本上都全程都是能定得住，不像双法那样你可能就是有时候那个怪会移动。我用的是5T2，5T2还是能 A 得掉的。我就不拾取了算了，就现在录视频的话，我们现在法师 A 怪只能说不能就是拉得太长，如果超过30秒以后我们那个减速就没有了，但是还可以利用刺骨跟水元素的冰环把所有怪都定住，1分钟以后我们就如果 A 不死所有怪的话我们就等于灭了，所以说只能就近原则的去拉怪。像这种突发情况呢，你们那个冷却就不要省了，赶紧就是把它瞬间 A 掉。然后你那个饰品红啊什么的绑一下。稍微失误了一点点，装备选择的话最好也是极速等级的，但是你没有的话也不是，应该也是能 A 的，打一下这些极速等级的石头，就是选择一些能打孔的那个石头，我这些石头都是烂石头来的，也不是说很好的石头，也是用 5T2 这样。
如果我们冰箱一漏挂，下雨的时候漏挂的话，那个水元素千万不要省了，因为一定要保证那个 A 罐的效率的情况下，必须要早点把这个罐定住，还有不能让它散，一散的话我们不就很有可能在一分钟之内 A 不掉这些怪，我们也是会灭团。来，我们先隐形进去，把这波聚一下。也是跟双法一样，最好卡一下视野啊，这里也是有远程的把你打断，这不是就也会灭啊。反正现在改版的话，三个法师 A 也还是挺轻松的，也不是说 A 不了，但可能就装备稍微要好一点点。我用的装备也是五 T 二伤害，也不是很高。就不失去了。稍微门槛提高了一点，正常的话双法应该 A 这里是比较吃力的。 A65 的本包括迷宫啊、生态船啊。今天就到这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